这是什么？这个所以我当算吗？落财产地三，落财产地一千五资金，看看两倍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十倍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知道。这里倍率可以选到这么高、哦。倍率就是比较多倍吧，我觉得。但我是觉得这种游戏你就是射小只的比较容易中。因为如果你射大只的，你要射很久它才会死。反而不好中。不跟你们废话。最近看要不要把那个闪耀卡讲完，看看。